主料，南瓜泥180克，奶油奶酪250克，原味酸奶150毫升，糖80克，淡奶油100毫升，蛋黄2个，低粉15克，素粉10克。辅料，香草缨1/4小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奶油奶酪室温放软后，加入糖搅拌为膏状，再加入中粉搅拌均匀，加入了南瓜泥搅拌均匀，加入一个蛋黄搅拌均匀，再加入另一个蛋黄搅拌均匀，再加入鸡蛋搅拌均匀，加入了蛋油搅拌均匀，最后加入酸奶搅拌均匀。拌匀的蛋糕糊倒入8寸圆模中，烤箱200度预热。另一个烤盘装入一杯热水，放在烤箱底层，烤盘放进已经预热好的烤箱里烤30分钟，转170度至大约80分钟至中间凝结，放凉后再脱模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南瓜泥过筛后做出来的蛋糕更细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